回来喽。回来了。嗯。饭在锅里，你饿了可以自己热一热。妈，嗯，你说什么是成年人思维啊？我很幼稚吗？嗯，这个问题啊，妈妈认为，没有人可以客观的评价一个人是成熟还是幼稚。哦，当然，那都是相对，但是在妈妈眼里，你是个独立的个体，不会因为你年龄小，就觉得你幼稚。哎，这花谁送的？哦，一个朋友。你朋友？我认识吗？你可能不认识吧。哇，这情场老手，哎哎哎，卡片物一为，嗯 ，C 是谁？你小孩子家家懂什么？嗯，怎么有小孩了？刚刚不是说独立个体，怎么都那么不靠谱？哎，我跟你说，男人可危险了，我不一样，我是男孩。真是南向把暗地里帮了汪老师啊，厉害呀！嗯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学习这么差，套路又这么深，不应该呀，啊，他也不科学。这一夜之间，局势怎么就变了，变成南向晚的主场了？还说什么成年人思维？我倒要给他上一课。走吧，先吃饭。哎，阿姨，来份红烧肉。哎，好嘞。汪老师当班主任这事儿，我确实没意见。咱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这不符合你风格呀。我什么风格啊？在你那我成天挑事儿呗？啊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啊！多吃一块，堵上你的嘴。怎么了这是？但南向晚这事我是过不去。别打起来了。南向晚，哎，一晚上了，汪老师这事还没过去呢。我瞎吗？我能不知道汪老师是个好老师吗？那你别扭个什么劲儿啊？你下次呢，做事情之前，能不能通知我一声？我敬而远之。但你别老是利用我，在他们面前，我不需要面子吗？我要面子。小屁孩还挺要面子，林向然，你太可爱了。哎，我，你看什么看？吃。既然你请我吃冰激凌，那么今天的课余时间我就给你科普一下什么叫做偏差行为。可能这个概念对你来说有点陌生。偏差行为呢，就是指偏差行为是指违反一定的社会规则、价值观念的行为，通常表现为对权威人士的反抗。这个答案还算标准吗？你是不是想说南向晚？那我也给你出一个问题吧。偏差行为的界定是绝对的吗？当然是相对的。其实南向晚呢，她的言行举止并没有脱离社会规范，她比其他的女生反而更成熟一点，我觉得她挺可爱的。吕白，你现在相当的危险，千万不要被别人的外貌所诱惑，你自己小心点。
掉了。来，我请你吃饭吧。怎么突然想请我吃饭啊？我刚刚那两页纸整理了好几天呢，你还帮我录 MP3， 我不应该请你吃个饭吗？好啊。嗯。明天周六有事吗？明天没有。地址我随后发你啊，谢谢你的水。嗯。注意安全啊，拜拜。哎，回来了，妈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有个客户送了我两条鱼，晚上咱们蒸着吃。那好呀，哎妈，这月零花钱多给我100吧，给我140吧，我请同学吃个饭。你一学生搞得这么社会，还请人吃饭，140，你想都别想。哎呀，我请人吃个饭怎么就社会了？我这叫合理消费。哎，你说说，我请那给我补课的同学吃饭，那不得点几个招牌菜，感谢人家一下。我看你要请同学吃饭，就在你们学校门口那个什么拉面馆，其实就挺好的。门口拉面馆，瞅瞅你这格局，那是你闺女作风。哎，你现在可是我养活你啊，还说你妈格局。您想想，您花了140给您闺女请一家教多值啊。您的客户呢？哎呀，我今天送你两条鱼，你明天给我免费吧。你妈就那么傻？那客户给我两条鱼，我能给他免单，我顶多给他打个折。哎呀妈，你给我点钱嘛。你那么想吃这顿饭呀？嗯，男同学还是女同学？男同学，全校第二。你说说，人家上高三了还能给我补课，多不容易，我不得感谢人家一下。全校第二。那，给你100，你再多一句话就80，那你不要还给我。100就100，不吃鱼吗？吃鱼。你帮我收拾收拾。收拾收拾，有啥收拾，我来收。给钱的时候你态度最好。没有啊，态度一直这么好，你让我干啥我就给你干啥。我之前发现你口味比较清淡，所以选了这家广式餐厅，离学校也近，不打扰你学习，希望能符合你的口味。这个也太破费了吧。不破费，也就不到100。不到200块钱吧。都说呢，这一寸光阴一寸金，你还帮我补习了，我还欠你的了。别愣着了，快吃吧。谢谢啊。其实我觉得没有谁欠着谁的，帮你补习的这个过程呢，我也巩固了自己的知识点，收获也挺多的。那个，听说汪老师做你们的班主任了。嗯。恭喜啊，我觉得他特别好，也很适合你们班。其实吧，他现在这样也挺超出我预期的，我原来就是简单的给他勾勒了一下职业形象，没想到他会这么努力。你还帮他勾勒职业形象？嗯，那他愿意听你的吗？将信将疑吧，反正听我的又没坏处，这不皆大欢喜。其实啊，我还是相信科学的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是从未来回来的？也好，我现在希望大家都把这事给忘了。那你换了班主任之后，还想来二班吗？当然了，虽然说着汪老师带班，班里的风貌会比之前好一些，但是这个整体氛围还是二班会好一些吧。我的终极目标可是冠华，我不进二班，怎么能轻易的达成自己的目标呢？那我就在二班等着你。嗯。对了，其实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嗯，你说啊。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没有你的鼓励，我可能没有机会拿这个奖。那你能不能帮我保管一下？为什么呀？
放到我们家可能会……哎，这是你自己的荣誉，你应该自己收着。哎呀，我说啊，以后我妈要是让你买东西，你就拒绝，强行拒绝。哎，她一作家，让人来帮她买书，合理吗？哎呀，阿姨就想让你帮一忙而已，你都叨叨一路了。阿姨就是想知道，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什么书籍。哎，买就买，你为什么非要拖着我？怎么了？他们俩什么时候关系那么好了？人俩同学间吃个饭呗，怎么了？在外面吃饭，七八人不跟自己人混，这标准的就是看不上自己人，然后拿热脸去贴人冷屁股去。不是，二班七，哎，说不清楚，算了，走了。哎，书还没买呢。不买了。保持重心，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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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，好！好球！好帅啊！走了，大神。哎，够啊！又在闹！哇！阿达！我差不多得了，你欺负别人、啊？我什么叫我欺负他们啊？快点，赶紧的！哎，看我这个发型，可拉倒吧！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哎，今天是你吧？训练的时候被踹了一脚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那进攻确实挺猛的，那劲儿太大了，容易犯规。回去研究一下，你也调整一下。嗯，明白了。队长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我袜子呢？怎么又没了？谁看见袜子了？行了，你别找了，你找到过吗？你拿去穿我的。我这个月穿你第几双了？哎呦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这个月第四双喽。给你送袜子的钱啊，我都能在吃牛肉面的时候下一份牛肉。哎，小意思。今年最后一年了，如果能拿冠军，我还你一打，外加五顿牛肉面。冠军这么容易？这前有五中，后有九中，五中球风多硬你也知道，九中还有萧霆呢。哎，不怕他们，这不是有你呢吗？哎，假期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放松，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堕落的开始。那我是堕落了吗？我好羡慕七班啊，我想去他们班待两天，羡慕他们班的青春与活力，哪像咱们一天到晚就是刷题刷题，永远都是在刷题。请注意你用词的准确度，是你们，不包括我。踢海战术只是应对你们这些资质平凡的应考者，对于我还是勉强算上刘雨白吧，只不过是浪费时间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你居然说是？别了吧，刘雨白，咱们班有一个恃才傲物的朱聪就已经很头疼了，你可不能成为第二个。我还是希望你保持以前的那种状态，清高但又不失分寸，谦和但又略显骄傲，那就对了。我说的是啊，是指我羡慕七班的活力，在如此的重压之下，他们能有这种状态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啊，我就说呢。我怎么还听见有人在聊闲天呢？哎，廖老师，你可回来了。你这话说的，我走去哪儿啊？啊，想让我走啊？想得美。来吧，给你们带了礼物，来自黄冈的卷子，都好好做啊。英语课代表江达令，物理课代表李帅，体育课代表林萧然。
语文课代表刘娇娇。这班长啊，还是于美丽。这副班长，我提议林萧然。前一段时间带领大家共同进步，有目共睹。廖老师对他也赞许有加。各位有意见吗？没有。那学习委员，老师，我提议南向晚同学。为什么？开班会的时候，南向晚同学居然还在写题，这是什么精神哦？虽然他现在的成绩不具有说服力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提升空间特别大，他也不可能永远在这停着，不然就说明他脑子有问题。行，既然副班长提议了，大家有意见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那定了，学习委员南向晚。哎，对了，我听人家其他班好像都有自己的口号，你们要不要也想一个？为了未来高考冲刺的阶段加油打气啊，有没有什么好想法？老师，我想到了，七班特别优秀，别有所长。不是，刘娇娇，你这起的什么呀？你见哪家班旗上写得下这么多字儿啊？还有没有其他的？老师，我这有一个，五个字，超越他二班。好，这个好。你们都小声点儿，说这种话之前，得先把门关上。林萧然，我得批评你，这做人啊，气焰不能嚣张，霸气不能外露。但是，我很欣赏你这种态度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座的每一位，在我的心里都是最棒的。我来喊高三七班，你们喊加油，给自己打打气，好不好？好。高三七班加油！高三七班加油！高三七班加油！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！学校已经取消了对曾建飞的处分，他很快就可以回来跟大家一起上课了，好不好？好！真牛！放学之前，我再提醒你们一次，明天开始就是十一假期了。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ke a dull boy。趁这个机会多出去放松放松，但是别玩的心野了，收不回来了啊！还有注意安全。最后再跟你们说一句 ，Have a great long holiday。Goodbye, everyone。Goodbye, everyone。陈向晚。咱们明天有个庆祝活动，大家一起出去玩，你不能缺席啊。不去。如果你真的不来的话，那我就会照联络簿上你家的地址，带着所有人去打扰你，不得缺席。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。妈妈太忙了，我肯定是缺席了。不得缺席。你家丫头上的是七班是吧？毕业了，找个差不多的二本或大专，上完了嫁个好人家就行了。不像我家那丫头啊，上了个二班，心气儿高，非想着上冠华，还说想出国念书呢。哎，我呀，
现在是天天跟他配营养餐啊，跟他咨询留学的中介，就差围着他转了。哦，对了，前阵子啊，还给他报了个猿辅导，对，猿辅导的系统班。哎，就上回年级考试，你还记得吧？哎呦，我们家那丫头啊，之前的物理就没好好学，那谁知道这次还考了80多分呢？哎，班上好多家长都给自己的孩子报了这个呢。都报了？对。你看，就在这上面报名。有老师讲，如果听不懂的，还可以直接提问。新科技呢？哎呦，糊了这！小婉，哎，我回来了，来了。我妈怎么买这么多菜啊？哎，王凤她妈天天给她做营养餐，我也给你买了好多菜。放假期间你天天在家好好写作业，妈就给你做些好吃的。好呀。还有啊，王凤她妈说的那个猿辅导老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有好多人都报了。还有那个大数据高科技的，你看这两天。妈，你真不用操心我学习，我会好好学习的。我想要是你去，那不就成绩。哇，你买羊排了？我打小就爱吃这个。我就知道你爱吃，今天晚上给你做好不好？好呀。拿着土豆给还这个走了，走。林萧然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啊，你陪我去签售会呗。明天去吧。不行，只有今天有时间。我今天有事儿。不对呀，你今天穿得这么整齐，连头发都做了，约会去啊？去吗？哪个班呢？你这话说的，哪个班没有喜欢我的？臭德行。哎，又生气了？你最近怎么老生气呢？干嘛？出来跟大家一块玩嘛。哎呀，玩什么玩？你自己玩去吧。你不出来的话，我就继续扔了。呜！哎，行了行行行，我去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那你记得把你自行车钥匙带上啊。走吧，走。哎，你车呢？没骑。干嘛不骑啊？你量够了。走了。啊，这怎么？哎，一辆车能解决的事，你干嘛非要浪费资源啊？上车快点，赶时间。车子走走走，走吧。哇，
你哇什么？你稳点儿。稳。你就稳稳个啥呀？你稳。我想把最美好的自己送给你陪伴，小声地说一句永远。不知不觉，你深深住进我的心里面，想要靠近，却又真的好远。你的这十一放假呢，你拉我出来干嘛呀？约会。啊？哦，聚会。他们怕你不出来，特意派我来接你。我之前啊都没想过别人还能骑自行车带我去聚会，怎么着也得是个奔驰宝马的吧。南向晚，你说这话就很没意思，自行车环保又能练体力，宝马奔驰有这项功能吗？再说哥以后是开飞机的，还不稀罕那些。哎，你真当自己开飞机呢？你慢点，你慢点，慢点。你这拿个大箱子，宝箱。哟，我就说嘛，萧然一出马，南总肯定加入我们。欢迎南总加入我们七班精英大聚会。哎，那俩站那干嘛呢？他们先过去布置了，咱们也走吧。走。哎，我说舅舅，你这么大箱，不会都是你的化妆品吧？跟你说有本事，你就别动我箱子里东西一会儿。嗨，快来快来！来了，远方的朋友们。哇，舒服，舒服，这大帐篷，这么多好吃的。可以可以。现在揭晓谜底，我这箱子全部都是吃的。哇，可以啊。我带了水果，希望都是你们爱吃的。哎，对了，我这背一路了，全是饮料，想喝什么自己拿啊。哎，我也有贡献，这帐篷是我找朋友借的，我想咱们玩归玩，不能晒黑了，是吧，刘佳佳？懂我。你看我干嘛？谢谢我买单。哇，谢谢李萧然。不是南总，你怎么到这儿还学习啊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来野餐的。要不这样吧，多少钱我平摊给大家。南向晚，来都来了，别背单词，过来一块玩。对啊，小婉，你跟我们一起玩呗。就是。玩什么呀？达令，怎么着？没事，我裁判，我裁判。咱俩一波。我跟小婉一波。我们这配合太完美了，影响游戏平衡，所以离得近的一对吧。很好。对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哎呦，被子太远了。哎呀，你用力。我用了。小心。走什么走啊？这是你的。太快了吧！我没走。哎，哪个哪个我的？哎呦，张超，你别走，张超。哎，耶！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哎，我是什么呀？他们那么快，走什么走啊？哎，加满了你们，快快快快快！还有十秒，这么快？别用手挡。三，这个就这个。二，一二三，走。有了有了。一，哎 ，nice， 结束。再来再来，不错不错。
再来一句。哎，你这没倒完。哎，你说，哎，倒完了，来吃掉。预备，开始。哎，就一个，就一个。哇，哪个？这个吧。哎，慢点。拜拜。哎，小婉，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走啊，先走。干嘛？怎么把你带来的，就怎么把你带回去呗。上车。谢谢你啊。坐了吗？我了。走了。今天让你来对了吧？挺开心的，谢谢你。开心就好。拜拜。啊，这，冰释前嫌了，肯定化敌为友了呗。哎呦，观察，嗯，有情况。嗯，上学去啊？嗯，再见，阿姨。再见。嗯，杨小婉。嗯，早啊。早啊。你家住这附近吗？对啊，住在里边。哦，我天天上学从这儿经过，没见过你啊。你假期过怎么样？假期高三学生哪有什么假期啊。哎，对了，我看了一下我们班的进度，会比你们班提前两周左右的课程。我给你梳理一下知识点，你可以提前预习一下，不能来问我。刘一白，你说怎么办啊？我以前考不好呢，觉得对不起只有我妈，现在啊，这名单还得加一个你。谢谢你啊。没关系，考试加油就行，我们都希望你的成绩可以突飞猛进嘛。上学去吧。走。我跟你说啊，踏踏实实在你们班等着我啊。好嘞。于美丽，你今天帮我留意一下林萧然。林萧然？嗯，你怎么突然开始关心他了？我是怕他又出什么大事儿。他能出什么大事儿？没事儿，学习吧。嗯，那小婉，咋了？刚才新闻上说，乔布斯去世了。你怎么这么淡定啊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哎，那你能不能一天机不可泄露？我要学习了。那你先忙，等你有空我们细聊。等你哦。杨向晚，我想知道。不做无谓的预测。我是说，我想知道你男朋友是不是我。认识的人，断绝杂念，好好学习吧。哦，嗨，录好的 MP3 早上忘给你了。没事儿，我刚才翻了翻你早上给我的知识点，已经挺受用的了。小婉。怎么了？这是快去篮球场！出事儿了吗？歌舞中比赛又开始了。就打场比赛。舞中？哎，跟舞中打篮球，舞中出了名的打脏球，咱们不得给林萧然加油打气啊？你去吧，
正好大家都去看篮球赛了，班里安静，我去学习了，拜拜。哎，你真不去啊？不去了，你去吧。拜拜。我讲一下啊，对方的动作比较大，防守比较凶悍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们先采取人盯人防守，把它当成平时的训练赛跑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走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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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看对面的球风挺脏的，你俩小心点。好，加油！好嘞，加油啊！李湘然，都高三了还打球呢，老胳膊老腿了，回去接着吧。我下手重，喜欢可别受伤了。现在的晚辈都用嘴打球，我看你怎么用嘴上了。上空挂着大大的月亮，喜欢一个